生日礼物到位了吗？你祝我生日快乐，是不是有生日礼物呀？世间所有美好，你只要跟我说，我都会送给你，但前提不能超过300块钱。没有，骗子。这么喊的话，这个什么意思？礼物呢，刘宇宁，忽悠人呢。下次遇到你，我得要 double， 得要600块钱的皮肤。上次去参加的，那是你直播设备吗？要不这样说，今年生日礼物我就送你一套直播设备，你明年生日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用我的设备。对，我都忘了，他那直播那光打的多好看呀，人专业。那个他不送你，不送我这个刘宇宁，不送刘、啊、对不起打扰了，刘宇宁言而无信，送你打在公屏上。现在大家都开玩笑说你跟刘宇宁拍戏就口音都有不要带口音，真的，但是他拍戏的时候台词说的不像东北人，一下戏啊就东北腔就出来了。直播怎么这么多事儿呢，这人。但我俩事儿都不多，他说我事儿不多特别好，我觉得他事儿也不多特别好的相处，这个我承认。他夸你说你是大一点的极少见很火但还不事儿的人。龚俊呢是我极为少见就是很火的人还不事儿的。你要回夸他吗？是的，他也是我遇见的极少见的，人长得帅，唱歌又好听，演技也好，还不事儿的。您颖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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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？颖儿就是除了设备，设备呢？赶紧的，我要你同款。明年生日，明年不一定是直播了。如果是直播，我就把你的设备露出了。不是你的设备，就是言而无信。我就拭目以待。那私下有跟他交流什么唱歌技巧吗？没有，他说我唱歌好听。林公俊老师本身就会唱歌，我也就虚心接受了吧。我知道我好听。小刘不是尊称吗？尊称吗？把别人叫小啊，年纪叫小难道不开心吗？难道要叫老刘？他说的啊。我是龚德奇。